在录影哦。对。它的第三排的椅背啊，不像有些小车一样，它只有固定的角度，它也可以前后移动，然后可以根据你的身体去调整的位置。然后如果你不要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一、二，然后二的时候往下压，哦，就停走了。Yes。